在校园里来回穿梭，而在漫步的城市线路中，同批次的车辆也正在运营使用。该批出口的纯电动客车共49辆，均为开往新北京的公司开的。后运了34辆，7名开过纯电子城市客车。桥精益品质，强强协商，奏响时代铿锵，更有制造中国现金。